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平安。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我们明天就是独立日，那很高兴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主日再次敬拜我们的神。现在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一起来向我们的困难来夸胜，赞美我们的主。给大家分享一个经文，耶利米书29:11如此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所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哈利路亚。尊荣是你，看我的眼光，洞悉我内心的宝藏，是我重燃生命盼望，我愿为你勇敢向前。拍手，祝你盼望掌权。是的，主，你让神向我彰显，让全世界都扬声赞美。你爱别人。这首诗歌就邀请大家跟我们敬拜团一起动起来好吗？是我领受你尊严眼光，看每个人爱你形象，孤独失望都不再捆绑，一路爱到永不失望。我们一起鼓掌。祝你盼望掌权。是的， Yes Lord， 你让神向我彰显，全世界都扬声赞美。生命和我们跳起来，呼，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，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，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。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你的喜乐是我能抬头仰望，好不好？我们向左边右边弟兄姐妹说，你是有盼望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有盼望的。Amen。 你接下来跟我们敬拜团一起来挥手啊，向耶稣一起来挥手，走。
是的，主的爱能够点燃我们心中的力量，主的爱也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。所以好不好，就转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是姐妹你跟他说你好美丽，如果是弟兄你跟他说你好帅，你好帅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让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就以感恩的心来敬拜你。谢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为我们背负一切的重担和疾病，使我们能够恢复神的荣美。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再从头来唱。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的软弱。哈利路亚，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Oh,
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爱。你的爱医治伤痕痛楚，你的爱代替黑暗险阻。不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困难，遇到任何的挫折，你都能够恢复我们的荣美，使我们能够再次彰显神的荣光。谢谢你。是我再次振作，当我愁苦，你是我重新满足，像暖流一样滋润我心田。你的爱医治伤痕痛楚，让我骄傲，你使我甘心顺服。就让神怜悯来覆盖我们，让神恩典的江河在这里涌流，要赐给我们那复活的能力。当我疲倦，你使我再次振作；当我愁苦，你使我重新满足。心顺服，当我
我们一起来称颂与赞美，谢谢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你向我们永远有个恢复的心意的。主啊，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你，无论我们经过多少的难处、挫折，多少的创伤、疲倦。但主啊，你的灵仍然能够复辟我们，让我们从软弱当中、从疲倦当中、从受伤当中重新能够站立起来。哦，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面前，能够重新领受从你而来的恢复、平安、喜乐、满足。
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愿的灵再次提升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够看见主，无论这个世代怎么样的改变，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的动荡，你仍坐在宝座上，今天你正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正在运行，你的膀臂正在托住我们，你的手正在牵引我们向前走。哈利路亚，为此我们就要欢呼而喜乐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称颂你，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今天早上接纳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一切的敬拜与赞美，愿你在宝座上，主啊，亲自来掌权，来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再来运行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尊崇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唯有你，主啊，无论这个世代我们看见洪水何等的泛滥，唯有你坐着为王，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。